3+11还不到疫苗打论文，论文抄袭案，全党保育人还质疑台大学伦会。新竹棒球场不查，跑去查高虹安的茶包。这件事情有人道歉过了吗？这哪一件事情不是在挑战台湾人民的智商？林志坚这个人怎么了？他有很厉害吗？最后事实还是证明他就是超马。那你不就是在看颜色在办事吗？车翼网军到底是什么卡啊？我只要出事就叫车翼出来洗地，洗完就不用道歉了。那你这就是太黄嘛？不要再打我啊，因为我是不会倒下的。你很少看到民进党政府道歉，从3+11，对，没错，从买不到疫苗，对，买不到口罩，买不到疫苗，买不到快筛，从假论文，论文抄袭案，全党保育人还质疑台大学伦会，从新竹棒球场不查，跑去查高虹安的茶包，这些事情有人道歉过了吗？这哪一件事情不是在挑战台湾人民的智商？就你有智商的人都看得懂啊，那你这样做不就是背后有庞大的政治利益吗？所以你才必须这样袒护他吗？不然林志坚这个人怎么了？他有很厉害吗？学历有很高吗？做事有很厉害吗？你有什么理由为了保他一人，然后去做出这种这么反制的动作，去质疑台大学伦会？我真的是，可是最后还是爆炸了啊！对啊，最后事实还是证明他就是抄嘛。对，事实还是证明他就是抄。小英男孩嘛，当初还质疑什么台大学伦会沦为政治打手什么的，这种话都讲得出来。还有，你看高虹安当初查包啊，查到哪里去？有罪吗？啊，新竹棒球场有没有罪？是不是有问题？啊、我看前阵子新竹棒球场都有问题啊，都在翻测积水，还在翻修啊。对啊，那新竹棒球场证实真的有问题吗？对啊，那查包没有问题吗？那你当初为什么打查包打得比新竹棒球场用力？查包几十块。新竹棒球场十几亿，对啊，那你不就是在看颜色在办事吗？那现在也很快啊，你讲居住争议，嗯，几千亿耶，嗯哼，你讲打炸，那随便炸下去就几百亿耶，而且那个不只是炸的钱哦、喔，还有基层警务跟司法办案人员，啊、公哎、欸、这些叫什么？他们疲于奔命，还有这些公真的是疲于奔命，浪费国家资源。对啊，就是可能真正该审的、该办的案子，全部都被诈骗案压缩掉空间啊。那我们要如何去执行社会的正义？社会的正义就少了嘛，人民的钱也都被骗了嘛。那你政府到底在干嘛？我只是想问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被 K 了。不是，那民进党有人出来吗？有人出来说诈骗到底为什么会这么横行吗？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吗？只会说哦，速发布弄一个点线面外卖。这个全世界都知道，他们永远都不会提啊。就好像为什么我们信心饱饱？嗯，就说。我欢迎所有的车翼，看你带不带走嘛、嗯。上次九合一大选，民进党落败，就有一个偏绿的立委来问我，说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这么赌？我就说，因为你们车翼网军都在代表政府发言啊。车翼网军到底是什么卡、啊？我不是说你们没有言论自由，但是我们能在网络上看到的，就是我们对于政府的批判的回应，通通都是车翼网军在回。而且都回那些不着边际的东西，这边泼屎泼尿抹屎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出来负责任。那这真是现代民主应该要的现象吗？你都不需要负政治责任。像柯文哲前阵子不是失言吗？讲什么太监了什么猪，我也说该道歉就道歉对啊，我也说柯文哲这确实是失言，就是该道歉了、啊。那他道歉了嘛？那民进党呢？有人道歉吗？还是说只要出事就叫车翼出来洗地，洗完就不用道歉了？那你这就是蔡黄吗？你不是蔡总统，这是蔡黄吧？你有什么想跟民进党讲的、欸？希望不要再打我啊，因为我是不会倒下的。真相越辩越明啊，嗯，对不对？那你信不信他们之后就不敢讲？因为现在流量已经到1.9万了，你信不信他们之后不敢讲？我不知道。那如果之后再跟你讲，你还会是跟他们据理力争吗？我不会啦，我像这次我也没跟他们争啊。我也是两三天才讲一次啊，因为我觉得跟他们吵没有意义。他在帮他们而已。他没有要跟你讨论事情，所以你没有必要浪费时间。他只是要跟你吵架。他只是在找我吵嘛。对。那你跟他吵，你越吵，他越多语病可以去挑，然后就可以再断章取义，再断章取义，然后网军一条龙又开始三立自由又再爆一轮，就没有任何意义嘛。其实有时候我身为一个623的一个。发起人，嗯、我当年跟我站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雨中是跟馆长站在一起，都是民进党党员，是而且都是民进党的立委啊，什么一些大人物都有来啦。嗯哼，我真的觉得
才过几年而已耶，确实真的觉得有点齁。所以常常说政党的利益大于国家的利益，这个就不是民主嘛，这不是民主的表现嘛。